还不帮忙，这小罗呢称王称霸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今天把这七只小加纳利和那五只小罗呢放到一起，让他们在一起玩会儿。我呢正好把这窝里边给他们打扫出来啊。这小罗呢比他们大个10天啊，现在这个头大小差不多，嗯，可以能玩到一起了，我估计。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黑白配，呀呀呀，小罗哪还是大一点啊？玩吧，一会儿就熟悉了。罗哪称王称霸了？牛了现在是，嗯。赶紧厉害的。坏了坏了，他欺负你兄弟呢，赶紧。老母呢？这小玩意儿，这小玩意儿，你看，挺横。我们这七只加纳利啊，进来之后啊，就跟陌生地方一样，一直在那叫唤，一直就要寻求主人的帮助啊。但是这个，叫。但是这个卢维娜呢，在这里边。这一次是称王称霸了，咬着牙了，咬着人家，你来，老我干他，还是比较大十天啊，比他们大十天的话，就是那个啥，懂得多啊，胆量也大点，这人家的地盘吗？是吧？加纳利呢，他们胆量也不小，只不过有一样，光那个就想让你抱着他们，就不叫唤了，你看看啊。就这样就没事了，嗯，还晕了在这儿，玩吧玩吧玩，玩拿玩具。这蓝色的不管到哪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老大，看我老大，你还不帮忙？这小罗呢，称王称霸了。那谁也打呀？谁打呀你？小母小女王出现了。小小女王。哎呀呀呀，更疯狂！老七，哎呀，这技能！加纳利心里还在想着，你们这小个头和我们差不多啊，我不害怕你。老将跟人家玩的，小龙呢？你看见没？能气死你！看看，往往都是这样啊，大一点的欺负小一点的。你不管是个头上来说的话，你就是他的天数，人家知道，肯定知道。在这摆着呢。哎，上去之后就想拿你，来扔个玩具，这小罗维娜去玩去了。嗯。哎呀，这一帮是饿狼，你知道不？乱套了，乱套。看那小罗，小罗说你到我地盘了，是不侵占我地盘了？真是，咬着人家揪着不放，还甩呢。光想打人家，不好欺负，你看他追着人家欺负，看见没？这小玩意儿，能不能不逮住一个欺负呀？不逮住你，人家在这玩球都不搭理你，还这样玩呢？咬着人家耳朵，你看这小加纳利这尾巴翘的，你看。这老二啊，咬老二尾巴呢，一个咬头，一个咬腚，呀，加纳利急了，呜呜呢。老二急了，三口了吧？老二急了。老二说了，我不咬你一口，就是，你没完了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啊？你在这儿啊？急了，这是老七啊，老六，老六和人家打起来，和这家伙，你能不能老这一会儿？我看你是公是母，母，还是小小母，还是小母，你看见没？小加纳利比罗维娜相差10天啊，但是这个加纳利不怕他们，急了之后也是反嘴给他们咬，急了吧？
我老骑小母，我那天小母差点没起来。都想称王称霸的小罗伊娜，其实都一样。如果罗伊娜到人家加纳利的地盘也是这样。对，下一次就让加纳那个谁叫罗伊娜进人家加纳利那个圈里边玩会儿。呀，这老三老大咬他的老大。胆量可大，这样不抓的掉底下了。行了吧，你这不能吃点就行，因为下午还走呢，赶紧拿走，给他抹药，喷点碘伏。哎呀，看这肚子可能吃了，你回到家里边可别让他吃那么多。看力不肚子，哎呀，不让吃不让吃，你看没，他本身就粗，给他喷喷。看我这个里边盛的是碘伏啊，好，滚滚呀！看，这厉害的，胆量可大，这样不抓的掉底下了。往上窜呢，还别往那跳。哎呀，这家伙！来来来来。要面呢，给我给我，我倒。你倒你倒你倒，现在大了，一个人抓不住他了。嗯。那前两天大的时候，一下就使好几瓶。来来来。你就这样一撒就行，伤口上就行。嗯，活动活动就行。这家伙这能整得住不？啊？胆量太大了。直接往上窜，你再来一次试试。你可别整了，那掉底下，给搁笼子里，搁笼子里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这条小狗啊，早应该给它的新主人发走了，因为它这个屁股开花，这个就是让它留下，给它治疗了一段时间，治疗了有一个星期吧。哎，现在已经有硬点了。其实它的主人很着急，让它回去了，但是因为就屁股这一点事耽误晚回去了一个星期啊。今天呢，它主人联系的就说了，有时间了你就把它放回来吧。回去之后这个抹药的问题，它自己都能干了了，拿那个碘伏给它喷喷药就行，别的药不用上了。嗯。啊，简单，就是说了，就是把它给。和别的狗隔离开就行，笼子别出来，养上几天的时间就没有事了。嗯，主人着急了，咱们就走吧，今天。嗯。